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一个纯手工制作的解谜地图，叫做《找回妹妹的生日蛋糕》。哦，话说不可以做作者的错字哦，那你不要做我说错话。今天是1月3号，才3月1号，随便了，1月3号吧，是妹妹的生日。前几天和蛋糕店订了一个蛋糕，在今天店家说下午可以去领蛋糕带回出门，蛋糕店也差不多时间了哈，那整理一下厨房吧。咦，房间钥匙呢？该不会昨天弄丢吧？时间不多，赶快去找找吧。哦，你不要锁门就没事啊？为什么你没事锁门？啊？成就姐姐最爱的粉红花消失诅咒是怎样？转化，哎，懂得转化人就聪明，嗯，对嘛，这是正确的说法。哦，什么作画这种老梗啊，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哈，这种才是正确的嘛。这没出来，还有房间没有放备用钥匙，要不然1334要被锁在里面的，被锁过了。啊，已经中午了，赶快出门吧，奇怪，家里楼下怎么都锁着，桌上有张纸条，上面写偷看看。是，亲爱的姐姐，我知道你今天要出去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希望你能好好在家里陪我，不准出去哦。病娇，天哪，我都忘了，这家小妹有些病娇心思呀，赶紧想办法吧，出去好，先去厕所看看有没有线索，换钥匙，到厕所寻找钥匙，厕所，哎呦，储藏室的钥匙，为什么有财富的？是讲拿了储藏室钥匙就会得到很多钱哦。哎，楼梯间的老梗哦，这个才是老梗哦，所以装货不是老梗。没爸爸，这箱子没东西，有啊，有蜘蛛网。这箱子没东西，有啊，有蜘蛛网。这箱子又没东西，这箱子还是没东西，这箱子又不是没东西，这箱子有东西。厨房钥匙跟剧情第三。储藏室怎么会有厨房钥匙呢？算了，还是赶快去厨房看看吧。前往厨房。好，那么这边是，哎呦呦，巨型地势跟大门钥匙，哎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大门钥匙了，赶快出门去商店街，顺便买妹妹的礼物吧。吼，隐藏成就仔细，不要说我说错话哦。到了商店街怎么？没有店有开呢，不管了，先去蛋糕店对面的饰品店看看吧。我们前往饰品店，你是饰品店吗？服装店，今日公休，公休，不能买可爱的萝莉装给妹妹穿的，真是可惜。这就是饰品店，咦，饰品店还在整理中，先去小区看看吧，哈。我们就不违反规则，我们就先去小区吧，哈。刚好肚子饿了，先进去吃点东西，再来玩玩扭蛋机吧，哈。好，扭蛋机维修，就算维修还是想转转啊，那就转吧。热门的钻石剑吊饰，哦，成就你真有钱啊！隐藏成就，就说维修的哦，所以我就直接拿呗，我没再转啊。哦，是不是很听话？哦，维修我都不转，就直接拿走。姐姐快去结账吧，就决定是你的，我的午餐，拿下来吧。午餐，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新口味的零食，去里面看看吧哈。垃圾桶看看有什么吧。为什么？不要的10000啊？是谁？经典饰品，不要10000 cash。幸福之星，Steve 娃娃跟僵尸娃娃都拿走。成就。我只是展示品，不管你拿下来，因为你是成就。ATM 去领钱哦，这箱子没东西。店员，50块，好的，给你，这是我找你的950，好的，谢谢。那我先给你10000，950。店员，这饰品是很限量的，要价450。好的，给你刚好450，给妹妹的饰品要拿。好的，我先投个450哈，那多450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你好，我先挑这个恋冬的巧克力蛋糕。恋冬小朋友是我看看哦。好的，请你是风雪小姐吗？是的，你蛋糕已被取走了哦。哎，怎么会是的？怪人，他说自己是风雪小姐的。那我刚走不久，似乎去了公园，你去公园看看。好的，我知道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你好，请问太郎在这边吗？剧情第七，是那个人吗？那个人是妈妈。咦，是风雪啊。妈妈，你怎么会？哦，前几天听你和蛋糕店订了蛋糕，今天就自作主张来拿。居然，妈妈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？哎呀，妈妈，这不是忘记了吗？没关系，正好出来买了妹妹的礼物，请翻页。
什么礼物啊？这可是秘密，我们先回小天看看了。好好，我们来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叫我买了什么礼物？喂，哦，将蛋糕放在桌子上呢。哦，奇怪，姐姐们，我记得都把门都锁上了，但没事情跑出去了。陌生车窗的声音，自己故意不是故意。杨妹妹开了门，发现家里一片黑暗，当下心里非常失望。直到你炮声响起，妹妹已经忽然亮起。妹妹，生日快乐！姐姐，这是你姐姐和你妈妈我一起给你的惊喜。惊喜！妹妹因为先前的失望，现在内心非常满足了，流下了开心的泪水。哎，怎么哭了？比较抱歉，还有蛋糕。任务道具给我们限量版放此处，好，好。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呢？妹妹有病娇，姐姐有钱。哦，好玩。哎呦，这什么？非常感谢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这次实况就到这结束。那么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。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